看这洞里面是一只螃蟹，看到没有，红红的，面包蟹来的。这种面包蟹啊，白天都是在这里消息里面的。太费劲了，看，就是
那种呆萌呆萌的面包蟹，就是被誉为膏蟹之王的，看到没有？内容丰富的海域就是不一样，螃蟹装满了豆芽。取之有道，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海洋生态的持续发展，我们不能抓这些怀孕的东西，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遇到怀孕的东西，那我们把这些怀孕的都抓了，下次来一个就抓。
喜和上面的螃蟹抓到了，太容易了，像其他的跑到那些洞里面跑不到。来，又是母蟹一只，这只个头不是特别的大，中个头的。一般这种螃蟹它的个头都是在2-3两左右，最大的，哎呦，又是怀孕的，还是把它放回去了，马上涨潮了，自己会打出来。这种老螃蟹，看它表面的这个